狗为什么喜欢咬兽医？从来都没有见过兽医，但是大多数的宠物狗一旦进入宠物医院之后，都会变得非常紧张，背毛直立，随时进入攻击状态。宠物医院里面究竟有什么会让狗变得这么敏感凶猛？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，宠物医院里面大多非常干净卫生，环境很好，但是对于狗这种敏感的动物来说，一旦进入宠物医院，它就会感知到危险即将发生。那是因为长年以来，宠物医院接收了非常多的狗，给这些狗打针甚至动手术，残留了其他宠物狗害怕的气息。特别是宠物医生，他们自身自带气场，大部分的宠物狗看到他们之后都会有点害怕，性格凶猛的狗甚至会被动攻击，这就是所谓的气场。宠物医生常年给狗打针动手术，身上自带戾气，对人来说那是感觉不出来的，狗这种敏感的动物它可以嗅出来。